进去好不好，先这样侧身进去，你这样子转过来更可怕，好不好？先开灯嘛，没有灯啊！出来玩早就破关了啦，告诉你，啊，不给人家上厕所是怎样啊？你快点看，啊！你快点啦！聊天室不要闹，好棒！哎，好真实哦！按键要干嘛？按键有什么？按键不就一样？你还在看电视吗？我是老公，是不是？跟你说，今天我买菜的时候遇到楼下的贝贝，还没啦。还好，看一下家里长什么样子嘛。好啊，电视是不是？好啊，电视可以啦。你看这么亮，他在控制我们吗？他没有控制我们啊。好了，下一道菜可以吃吧。有啦，他在控制我们。有了，他的手出现，告诉你说可以用手控制。美心在吗？美心呢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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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我觉得你进步很多哎、欸。没事，没事啊。哎、哦欸，我进步了、欸。你竟然可以走路哎、欸！其实这边绝对不会有东西的啦。他要是我一走出去就笑了。娘娘有心愿为人吗？吓死我！我有心愿未了，谢谢 V Baby 十七个月，我有啊，我有一个心愿未了。对，哎、欸，有你喜欢的长颈鹿，哪里看一下？哎、欸，真的有长颈鹿哎、欸，是吗？你可以不要一直就是走出去，我不敢。回来，你敢笑？你敢笑我就死。这边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好不好？跳不到。你这是怎样？想不到，你这是干嘛、啊？请问你有荧幕画面吗？有啊，我前进了。好，我按后退，他也不给我后退啊。不是 啊，你现在是头还是尾？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方来啊？怎么样？啊，现在怎么辦？不是 啊，我前进了，有按旁边是不是？不是 啊，你后面是什么？先去右边的房间，开了啊！这个是回到过去，搞不好先进去好不好，先这样侧身进去，你这样子转过来更可怕，好不好？先开灯嘛，啊、没有灯啊！冰阿妈嘞，礼物在哪里啊？啊！最怕空气突然安，靠腰哎、欸。今天我整理我的房间，爸爸帮我把所有的玩具都玩具玩具，爸爸所有的玩具，我的房间里有他，可以阿彪也来玩具，好陪你的仔，他拿刀，什么啦？他看了之后呢，应该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，这脸我真的不行。这里我也不行，你这样的视角真的很可怕。那我要怎么样？我教你，我教你，我来，我教你，我教你。你要这样子，你要这样子，然后你要一边走一边转，一边走一边转，这样才不可怕。有没有？先看到，是我来玩，早就破关了啦，告诉你。啊，不给人家上厕所是怎样啊？有没有？我们就这样走，然后你这视角一定要跟着你的步伐。对对对，这样才不会怕。有一个人很靠近我们哦。没有。有。哪里？有，门。为什么他这样子？我靠！为什么全部人都来啊？干，太可怕了吧！拍个照。哇，有 party 耶！请问天菜每次经过电视都能看一下吗？可以。啊！我看，你不要吓我啊！你这样子很可怕，一转过去很可怕。你记得我教你怎么做吗？
对对对对对，这样才不可怕。爸，我们什么时候进城里玩？近期不能出门，你乖，等病好，爸妈去哪都带上你。爸，真好痛，我不要治病。叭叭叭叭叭叭，没有办法，反正就是一呀，然后哭爸，还是哭爸。啊，原来哭爸是这样来的。确定这样是拼对的吗？对啊。看我游戏天才，我就会拼。投影方向，投影方向什么意思？要投影到哪里？哦，他在这边，这边。他的胸。对对对对对。没事没事。And then， 哎呦，五湖啊！他的脸很好。出现，然后你就跑，知道吗？跑，转身，转身，转身。那哪里嘛？我不会玩吗？我来操作，有门，有门，有一道门。他要哭了啦！靠腰，你要再试一次吗？好，你再一次，你再一次，你不行，我再那个，等一下一进去，转身看到门，按下去，然后开始跑。可是我刚没看到门啊！转身，转身，门在哪里？门在哪里？快跑！哪里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哭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哪里？还有吗？快跑！反正不管，就一直扫门，门门门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对了。你做的很好 ，Good job， 哥哥。哇塞，太爽了哦！你就一直跑。你要跑不同的门，跑错了，跑错，我们要找没开过的，好不好？对你吗？他这。等一下，就走门进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刚左边没走过，等一下我们就走左边。好，看看有没有左边，没有，没有就赶快转右。等一下。Would you? Because I'm very nervous actually, you know? There's ghosts, okay? You don't teach me. Ban him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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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 him!出去吗？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。不用怕，这是聊天室，他老婆，没事的。我们现在能干嘛吗？你能干嘛？你会懂，你会懂。不能。没事没事。聊天室老婆啦，你怕什么？
哦，他在换尿布，你们等一下。燕姐刚跑那个跑那一下已经呛成这样，已经呛了啦。我只要看到舞龙舞狮，像比如《千年等一回》这首歌，我只要听到，我的心是会啵啵啵啵啵啵一直跳的。看到那个更歌，对，我的心是会一直跳的。他是说姻缘，对，他是说姻缘很深。我心跳是那种感动的跳，心就是感动的感觉。我看到七夕会心动啊，应该、动完了，跳完了，没有动了。我看到某些食物会比较容易心动，比方是那种炸的，炸，懂了，懂了。